邀请到的这位偶像呢，他在腾讯视频最近频频亮相，各位也非常的喜欢。他是温柔机智的小侍卫，同时他也是冷峻帅气的八王爷。我们要欢迎到的就是双世宠妃主演邢昭林，有请。好，欢迎昭林来到 Doki 集市的现场，先跟各位网友还有现场的各位粉丝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今天北京天挺冷的，天气比较凉啊，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邢昭林，辛苦各位，当然也辛苦昭林来到我们的现场和这么多的粉丝来见面。各位非常喜欢八王爷，我觉得今天现场，先来介绍一下你在剧中的角色给大家，好吧？八王爷啊，八王爷，比较高冷。比较高冷，然后比较高冷，所以一句话就可以了，就很符合北京今天的天气。是的，那一已经播完了吧？现在《双世宠妃》二也正在筹备当中了。二这个剧当中的角色和一的角色性格是有延续吗？还是有比较大的改变？二吗？二呢？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看到一剧本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特别觉得让我有想看下去的那个动力。然后到二呢，我看到剧本的一些内容以后，我是兴奋的，对，然后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升级版，对。只不过就是跟原来的霸气性格相比，又有升级和改变，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场要进入到福利时间了，马上要邀请到的是邢昭林的在腾讯视频当中的互动聚合式社区粉丝群推选出来的邢昭林粉丝团当中的幸运粉丝登台，要进入到福利时间。第一轮有请这位粉丝。好，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在中间嘛，来到这边，在我这边，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游艇。叫游艇。好，昭林的粉丝叫游艇。知不知道你今天登台其实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一会儿除了在舞台上面我们要送给你的这份惊喜相当的震撼，一会儿你回到台下很有可能要遭受台下这么多粉丝的暴力，保险都买好了啊。知道我们今天准备的惊喜是什么吗？好，马上我们要告诉各位，第一轮我们要送给这位粉丝的惊喜就是你将获得到八王爷专属的公主抱一枚。哇，千挑万选的一位粉丝来到舞台上面，公主抱，其实你想过无数次，对不对？但从来没有想过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被八王爷真正抱起来。赶快准备一下，做好心理准备啊，一会儿到台下可能公主抱啊。是的。我要是摔着你怎么办？那你愿被你摔摇公主抱是吗？你要用哪个姿势抱？公主抱也有很多种。公主抱有很多种吗？你要这样摇篮式的还是？我只会那么一种啊。十种吧。好嘞，那十种都演示一遍，开始。十个，挑一个吧。挑一个，来，开始。好。各位准备好啊，这是稍等稍等，这位粉丝来再拥抱一下，感谢昭林好不好？感谢昭林送出的公主抱，又加赠一个福利，不要了，不要，不让了。谢谢昭林送给这位粉丝一份公主抱，同时我们的腾讯视频也送给你一份礼物，那就是 VIP 会员卡一张，谢谢。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到你的位置来观看我们的演出，谢谢。
那接下来赵琳还有，因为二也即将要和各位见面了嘛，在不久的将来有什么要和各位推荐的，再跟我们的现场粉丝互动一下好不好？宠妃二你们会看吗？会看吗？快充会员啊。对啊，主要是要记得充会员，一定要看宠妃二。就在腾讯视频，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宠妃二即将和各位正式见面。那也再次感谢张琳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谢谢，把掌声送给张琳，谢谢。那接下来的是